然后你再上下面的船，下面的船去接他的，有没有？那个船出去了，等一下就船进去了，等他差不多弹的没力了，他就要去接。啊，真的放船出去了。他开到那个中间，上水流，水流，因为他绳子绑在那，有没有？去接他，刚才接他，没接到，第一次没接到。 Yeah, yeah, okay.